老铁们，热干面啊，这个19.95五袋，然后那个赠5个酸豆角。嗯，它是麻酱口的，然后不辣，微微稍稍带那么一丢丢辣，不是很辣。一袋168克，然后这个一碗就是一袋，还挺多的。嗯，好吃，跟我叫那个外卖10块钱一碗的都一个味儿，它这个高度还原那个武汉热干面。有点那个当地的味道。上面有链接，冲吧拍吧，这个夏天吃正好。爽，给你们看看这包装啊，哎呦，就这个样子。这一包是一袋，里面带调料的，然后送你们5个酸豆角。一包面，然后3包调料。